靓仔，练武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五个指标了解自己台球技术水平，最后一个真的太难了。一，五分点直球中杆测试，一共十颗，打进一颗得一分，连进一颗加一分，连进十颗就从一加到十，一共55分。二，推球控力测试，开球线上朝掷球点推球5次，距离掷球点5颗球位内得1分，距离3颗球位内得5分，距离1颗球位内得10分，满分50分。三，登杆控球测试，红球摆在掷球点上，白球摆成直线，再向右挪动半颗球的位置。打进红球的同时，白球碰到黑球，一共5次，成功1次得10分，满分50分。四，角度球测试，白球放在开球线中心位置，击打中带中心位置的红球，一共10颗，左右底带交换进球，打进1颗得1分，连进1颗加1分，连进10颗就从1加到10，一共是55分。五，最后一个测试也是最难的，综合能力测试，中带摆一颗红球，固定好点位，白球初始位置摆成直线，红球只能进这个中带，每次打进红球后白球不动，红球复位，一共10次，打进1颗得1分，连进10颗就从1加到10，一共55分。另外，如果打进红球的同时白球还不吃库，再加5分，那么满分就是105分。五个指标一共315分，300分以上你绝对是个王者级别，如果你连100分都不到，只能算是青铜选手了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。下课。